怎么会在球场上抽烟呢？我跟你讲，不用了吧，来逗留吧。像你这样长期抽烟和吃槟榔，体力当然会不好，而且抽烟会造成骨质疏松，体力越来越差，槟榔也会让你的口腔越来越糟。让我们一起拒绝吸烟吃槟，一起挥洒汗水快乐打球。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。